各位觀眾早晨，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我是蔡振永。影響我們的東北季候風今天會繼續緩和，一起看看7點多外面的氣溫。今早的氣溫普遍都是介乎20至21度左右，而大範圍的衛星雲圖上面可以看到一道廣闊的雲帶只是覆蓋著廣東和南海北部。而今天的最新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會有陽光，最高氣温會上翻去24度，風方面是吹和緩的東至到東北風。而至於嚟緊幾日的天氣情況，我哋可以看看電腦預測的天氣圖。預料星期六日東北季候風會繼續緩和，但去到星期一，一股強烈的東國季候風就會抵達廣東沿岸。星期二和星期三的天氣都幾涼下噶，所以展望方面，預料未來一兩日日間天氣會較為和暖，早晚會有一兩陣雨。去到下個禮拜一，日間的氣温會顯著下降。去到下個禮拜二和禮拜三，朝頭早的天氣是相當清涼，這兩日的最低氣温只有13度而已，大家要留意天氣的變化。好了，這一節的天氣就講到這裡，再見。